以后我就去长安找你，那我在长安等你，以星辰为证，绝不食言。他说，他不是一棵树，是一朵云，他最挂念的那朵云。云哥，你现在究竟身在何处？ 你相信这世间有至死不渝的爱吗？我们是无法掌控生死，可是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心啊！这次就算你拿到刺，把我的心掏出来，千刀万剐，我都不会再离开。不会吗？无怨无悔。 为了履行当年的诺言，我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城，只想找到林哥哥。朕相信天意，希望有生之年能与他重逢。别碰！放手给我，给我在你别跑。公子看起来好眼熟啊。这个不错，给我，给我打！这不是林哥哥的玉佩吗？ 我们认识吗？可林哥哥真的不认识我。你可知道，自从分别以后，我每日都期盼能再见到你的绿罗裙。还是因为他身边已经有了徐姐姐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接近我？你可记得？杀的我还用得着美人计吗？随便一句话我就人头落地。谁要杀你？ 到底怎么了？我警告你，别打许平君的主意。许平君有没有嫁人，你喜欢他，却又不敢娶她。我刘病已记不如人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女人的等待是有限度的。我刘病这辈子一定会对她至死不渝。 生死相依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你让我别生这，林哥哥不会那么快迎娶徐姐姐的。把林哥哥还给我。什么林哥哥？有那么重要吗？那是我等了9年的林哥哥。我也等了你9年，为什么你的眼里还是只有他？此次来到长安。 净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忘了这回来长安的目的啊？在下素来喜欢结交文人雅士，霍家出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，早已传遍了整个长安城。公子此生所愿为何？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 我好像听到云哥的歌声，浩瑾，云哥，你究竟在哪里啊？我好像听到林哥哥在叫我。我只是觉得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为什么他的眼神和林哥哥那么像？人与人之间还真是要讲究缘分。我对你一切的刻意，并不是为了相识。 而是重逢。我瞧着你有点为情所困啊，要不当哥哥的也助你一臂之力。如果你敢动云哥一根头发，就别怪我不管。多年。您做一天皇帝，就应当享受一天做皇帝的快乐。您怎么从来就不为自己着想呢？玉安，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云哥，对我而言是无可取代的人。
林哥哥，我真的好想忘记你，可是当我听到那笛声，我就想起了你。皇天在上，今日我许平君与云歌正式结为姐妹，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皇天在上，今日有幸与许姐姐结为异性姐妹，从今以后我在长安就不是一个人了。云歌，你答应姐姐以后要视病你为大哥，密切注意刘病也的动向，他隐忍多年，恐怕心头的那把刀早已盼着出鞘了。为什么还让我活在这个世上？为什么不让我去死？这样起码我可以见到我的爹娘，见到我的兄弟姐妹，我就不会被人辱骂，不会被人毒打，不会像一条狗一样活着。既然林哥哥都已经忘记了不痛快的过去，现在开开心心的过他的新生活，我和林哥哥只是儿时的承诺，小时候的梦，过了今天我也应该彻底清醒了。我也会跟林哥哥一样，遇到另外一个人过新的生活。今天的天气多好啊，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干活，努力过我的新生活。他的手艺虽然不如云哥，云哥，难道皇上要一路追到塞外？不可一日无君啊。殿下，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比云哥还重要。无论你在何方，我的目光永远追随着你。哇！